净水安全背后的巨人。作为一家集超滤膜技术研发、生产、制造、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高科技企业集团，力生自1992年成立以来，先后承担了863、115和125重大水专项课题等多项国家科研攻关任务，在超滤膜领域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力生超滤膜能高效截流水中大约 0.01 微米的各种污染物，是一种绿色环保的新型水处理材料。力生超滤膜法净水组合工艺已经成为全球水处理技术革新的最佳选择。从水源头到水龙头，力生具备自来水处理、家庭净水、商务净水和污水处理等全系列产品和成套设备，形成完整的水资源全循环魔法处理解决方案。从江河湖泊等自然水体开始，以力生超滤技术为核心的第三代自来水处理工艺，实现了从水源水到生活饮用水的安全净化，并在每个家庭进一步滤除自来水管路二次污染问题，提供全家高品质生活所需的饮、食、洗、浴中央净水。力生新一代 MBR 污水处理技术还能将生产生活污水处理干净，用于重水回用或洁净排放，再让水回归到江河湖海，构成一个高效处理、循环再生的现代化水资源处理过程。2010年，力生为上海世博会提供园区直饮水设施，累计提供约150,000吨直饮水，服务7300多万全球游客，使超滤膜这项净水技术广为世人所知。目前，力生超滤膜技术已经在全球得到广泛应用，包括已经稳定运行10年以上的台湾高雄考潭高级净水厂、日本2000多家小型自来水厂、意大利威尼斯城市污水处理厂等全球知名工程，日处理净水量超过1000万立方米，在家用和商务净水领域积累了超过500万用户，成为推动全球水处理行业技术革新的领军企业。